就是不是那个哦，是不是从这边进去的话，也是一个转经筒。一个转经筒。也是这样转动。是啊。没有一个人，这里又跑到后山了。这个小镇看上去还挺大的嘛。在当地呢，放的这个牛头、牛角，这石头上全部刻着那个字。哇，底下藏獒在那边叫，哈喽哈喽，扎西德勒，你照是照什么啊？我摄影的，照这边风景的。你们是本地的吗？哦，在这边放马吗？就是不是放马，不是我们的。哦，你们也是在这边玩？啊，对。这个叫什么市啦？巴桑市。哦，这个是一个镇吗？嗯，县，这边是县嘛。我说这下面是一个小镇吗？小镇不是下面有个小校，还有个寺庙。哦，我这样子转一圈。哇，我福建的。那么远的过来。从那个318进的西藏拉萨，然后317出来。那个骑自行车来的。我自己开车的。那可以。你一个人？是啊。那气候声音吗？这边。啊？气候声音吗？听不懂啊。气候声音吗？啊？气候声音。什么？气候适应吗？哦，气候适应嘛。哦，从那个318进去的话，就是，会头痛。现在没事了。现在不会的。318那边进去，有些地方好高啊，5000多米呢。是啊。那边进去高原反应。啊？自由车好不好？什么？自由车。听不懂啊。有个车叫自由车。西藏酥油茶喝不喝？哦，酥油茶啊，对，没有喝过。要不要？要不要喝？你这边有啊？有啊。哦，我尝一下，尝一下，谢谢啊。坐，刚吃吃不吃？啊？怎么吃？我听不懂你们的话。这我们全家可以带上吃不吃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要不要干肉？
干了不用了。但是盖一个里三号，盖一个里。妈，我这给你递。那是奶茶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是酥油茶，是奶茶，你坐嘛。嗯。你尝一尝嘛。嗯。味道挺好的。味道怎么样？可以可以的，味道是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脏吧，这不是脏吧？脏吧。脏吧。啊、不用，谢谢你们，我刚刚吃够饭。哦。西藏的脏吧，西藏的甘蔗，西藏酥油茶。嗯。这些应该尝一尝。哦。西藏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说，是不好意思吧？哈哈这边海拔有多高啊？3000多吧。好、哦，这边是3000多。西藏的海这个喽。3000吗？啊。西藏的两千多。啊。3000多，好像3000多。西藏伯伯。3000米以上。西藏伯伯。哎哎。